气候喽。后面。鱼船刚卸货，他直接拉过去卖。然后咖啡色衣服那位大姐，那个姐姐旁边，
就你啊，无啊，都咧。无你细只咪袂晓，你啊无我来买。1000，1公斤1000，是吗？铁钱那个铁钱，这半公斤，真实的，一个半公斤啊，没有，你不了，不要，那你买这个700就好了，这小子，其实这个差不了多少，哎，接下来请第二口讲，先别，不要，接下来先别，哎呀，这个蛮大只的，700，你半公斤300，对，正好，就正好，哎，他刚才那个也买半公斤。你说这个全部700给我吗？啊，你说700是半公斤，一公斤，700一公斤啦，半公斤350。我看我带个够不够钱？怎么样？你要多少？半公斤也可以买啊，你记得买一。刚好那四杯，几杯花的？没啦，没四杯啦，这个这种多的。一斤吗？一公斤，两个人俩，两个人俩，两个人去较多好食。边台的，边台。能问嘞，问我先生。两温的，一双怎么卖？两温，刚好2000，好吃啊！两温的，我有两块钱啦。哎，老师两温的。这些够了，我再多送你几只。哦，谢谢。多送你几只。啊，这个多送你。谢谢。啊，这个是1000，这个700。里面还有啊，对，啊那里面还有。对，大小只。没有五干虾，现在它是这个甜虾了，没有五干虾。那个没有很多的，那个胭脂虾400，不要，那个里面有。不要，半公斤也可以。